上课前问大家一个问题啊，咱班有没有想参加文艺演出的？想参加举手，我看看。就俩人啊？没了。 请进。你为啥那么积极啊？这文艺节跟咱有关系吗？这可是20年校庆啊！咱们马上就毕业了，你就不想留个纪念吗？可是你这好不容易都进入学习状态。 马上都高考了，你现在……哎呀，花儿，你相信我，我这次肯定不会影响学习的。我就是想让大家在一起，在这热热闹闹的演出一次，也不枉费大家3年情谊啊！哎，大新闻！啊，吴老师，曲校长是说给咱们求情去了。真的假的？啊，走。大哥，你别慌。 我告诉你们啊，这次我可是赌上我这张老脸去跟校长求的情。你们得感谢我，听没听见？听见了。但是，这是有条件的啊，这也是我说服校长的一个最大的原因。你们如果做不到，那我就没办法了。老师，您说吧，不管什么条件，我们都能完成。30分，咱班同学，二模成绩但凡是在550分以下的，都要提高30分。 才能同意咱们班参加汇演。啊！据我所知啊，咱班550分以上的只有吴志勋一个人，那就意味着剩下所有人必须在3模提高30分，少一个都不行。老师，这明显是不想让我们参加呀！这毕竟是高三了，那高考还有几天了，你不拿出点实力证明自己，那学校怎么可能愿意让咱们这个毕业班演出啊？对不对？古人云：“鱼与熊掌不可兼得。” 啊，你们要是都想要，那就得拿出都想要的志气来。只要你们肯努力，我相信啊，咱班绝对有可能成为第一个打破咱们三中这个规则的毕业班。但你们要是做不到，那我就没办法了。啊，这就是高三，没有人敢拿你们的高三去赌博。咋了？这就怂了？行。 那我去跟校长说，那我就说你们没这个志气。老师，我们愿意。虽然我也不能代表大家，但是我觉得咱们班同学都不是那么没有出息的人。我就已经是学习垫底的了，如果连我都觉得我可以，那肯定大家都可以。 给点反应啊！你说你，行，你先坐下吧，下课你们自己研究啊，先上课。